今天是不论有没有男朋友都要学的毛学蛙。最近天气变得好热哦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即使一个人也要照顾好自己，用物美价廉的食材做一顿好饭犒劳一下自己吧。锅里加入葱姜蒜、豆瓣酱、火锅底料、炒出红油，再用屏幕上调料调味，然后就可以下准备好的食材啦。铺在配菜上，淋上汤汁，撒上葱花、蒜末、花椒、干辣椒、芝麻，最后用油滋一下。快过年了，一定要学起来哦，做给你爱的人吃。